离城啊二十五里，有个燕家王从王西说住在第四家，有一人姓燕堂，名叫个燕义，娶妻陈氏听，把羊肉，真的。
30多岁，30多我也不吃妈妈，我离了俺的娘还能要离了老婆咋过饭？眼里也就是好好，出言来再叫声孩子他妈，孩子他妈你别死，你说害他不害他？找个字把俺娘害，害俺娘你得给我注意。
爹娘正说过笑过的，一听他孩子问他奶奶来，趁侍女嘟噜往脸就打了下来了。燕娟，你写的事都没有，这奶奶自己是不是？孩子，你也不知道啊，那奶奶好烧香，可头给那东院的那个小二奶奶去烧香去了。孩子，赶快吃晚饭，早早的去上学，就会有了本事，好好孝顺奶娘啊，孩子。啊，奶奶上岁数了，吃了凉饭对吧？奶奶身体不好，我把奶奶找回来，一会儿再吃饭呢。燕娟说吧，噔噔就往外就跑。陈世民就说：“燕娟，干啥呀？我家奶奶回来吃饭呢，回来！耶，你个小鳖孙，你可气死我了！你回来！”燕娟噔噔叫，一个劲跑到门口干，到门外面就喊了。奶奶回来吃饭了，奶奶俺妈把饭做好了，落里有饼，烧了香茶，一会儿饭都凉了。奶奶回来吃饭了吧，奶奶。燕娟就把奶奶喊西院里的那三婶来到了。那三婶子长得大高个满长，连嘴里边还长着俩包牙，上前去忙抓住抓着燕娟叫叫我，燕娟，孩子，你干啥了？孩子，三婶，我家奶奶吃饭了，你家奶奶没有？孩子，别叫我奶奶了，三婶，我没外奶奶，你还没有掉泪，我一外奶奶，你这都掉泪了，三婶。我奶奶出啥事了，三婶？你给我说说吧，三婶，你给我说说吧，三婶。孩子，恁爹听了娘的话，给恁奶奶编个大经吧。奶奶经把做恁爹拉着西上拉呀。刚才见恁爹他回来，恁奶奶西山上，把城都叫狼吃罢了呀。三婶，你说的都是实话呀，三婶。孩子。我还跟你说瞎话有啥用啊？不，我得找我爹娘，我得要俺奶奶我。这个三婶趁手抓回来了，燕娟，孩子，你干啥去？我找俺爹娘，我给他要俺奶奶我。孩子，你回家要见了恁娘，恁娘要问你。燕娟，你咋知道的？孩子，那你咋给他说呀？啊，三婶，我就说是俺三婶跟我说的。孩子，那可不行，东西两院问一问，俺这娘们行的谁不怕恁妈？恁娘要知道我给你犯的罪，我的孩子抓着把那三婶就死吃了呀。那可不管，三婶，你别怕俺妈了，我不去找俺妈了。孩子，你上哪去？我到西山上，我再把俺奶奶找回来去吧。
有一棵大柳树，柳树下边坐着一个老婆，这老婆年龄七八十岁了，嗓子也哭哑了，俩眼哭得肿棒棒的也看不见了，脸上也刮冒血了，身上的衣裳也刮烂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不是别人，就是严军他奶奶。有的同志就说：“你拉倒吧，严军他奶奶被严一山下山谷，怎么还没摔死了？”你再说严姨她的心也是肉长的呀，老太太哭得悲哀不自愈的前后把严姨的心也哭软了，有心把她娘拉回去，回家害怕老婆，这就是怕老婆的好处。劝着在位的大哥大兄弟们，以后怕老婆可得像严姨这么狠啊，叫黑了就记住眼，明了就要睁开，可别像严姨啊，叫害恁妈你也害。严军就来到山坡上边找他奶奶，上边的勇往下一看，奶奶在大树底下坐着。大伟说了，老婆怎么没睡死？严姨把他娘往下边一掀，老太太顺着山坡咕噜噜噜就下去了。不给老婆死，下边长着一棵大柳树，叫大风刮折着，掉着一个柳树疙瘩，发出了一个大窟窿，把老婆碰了。
要把老婆水到下边，别说一个老婆，年轻人也得给水死。老婆碰到那没水死，可就喊叫：“救人呐、啊，救命啊！”他这一喊，看好有一个老头，是吧？老头起来赶紧。老头正走着，听见哪个喊救人呐、啊？老头正走着，哎呦！往山坡上边一瞅，山坡顶上有一个老婆给那树扑棱杆喊救人。老头想想，见人不救，一律通罪。我得救人，顺着山路，抓着草坡，扒着石头块就上去了。老头来到上边，睁眼一看，哎呦，还是个老嫂子，上前把老婆搀起来。老嫂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老太太被搀起来，老头就说道：“老嫂子，我把你搀到下边啊，来来来，慢一点，可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”把老婆就搀到下边一棵大树，大树下边有那石头块，就说：“老嫂子，坐着歇歇，歇歇啊。”老婆往那一坐，老头就说：“老嫂子，年龄大，不能不服老啊，以后赶紧上回叫恁那孩子去。”走前去叫恁那孩子送送你。老嫂子，这你看年纪大了，耳聋眼花，脚底下没根儿，走了东倒子西歪的。老嫂子，看看这是古人到下边叫树给你捧住了，要是睡到地下不给你睡死了，那孩子再找你上哪去找啊？啊，家是哪里给我说说，往后我赶紧上回看看见不见恁村的人，见了恁村的人呢、啊，早个些叫那孩子来接你回去啊！家是哪里？老头不问他还好点，一问老太太，哭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老婆就说到：“大兄弟，我可是没人要的人呐、啊！”爷，老嫂子，老糊涂了吧？怎么年纪都没有个家呀？怎么没有人要啊？家是哪里？给我说说。儿叫啥？老头叫啥？啊，大兄弟，俺老伴死的早，我就一个儿，叫个严姨。我是这正东严家洼里，我好不容易光父老儿给他拉把成人长大，又给他娶了媳妇，现在他也有个儿了。我的小孙子都12岁了，天天上学，没想到嫌我年纪大了没有了，哄着我烧香磕头，就这来到山沟，俺俩就把我陷到底下，准备着把我睡死了。大兄弟，我就这一个孩子不要我了，我该上哪去呀、啊、我的那大兄弟呀、啊！啊啊！哟嘿，老头一听，真有这事儿啊！常言说的最好，恩养儿女防备老，这年纪大拉出来不要睡死了，真不像话。老头子，你不要哭，哭坏身体啊！还是你受罪，你在这坐着等着，我到地上买的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回来，我把你送回去。劝劝那人，劝劝那人媳妇，把你收下。收下你拉倒，要不收下你，我去告他。真不像话啊！老头子，你可不要哭啊！一会儿我就回来了。说吧，老头就赶紧走了。光说不叫老婆哭，没搁谁身上，搁谁身上谁都。谁不难过呀？老婆一会儿哭了俩眼，肿棒棒的也看不见了，嫂子也哭哑了。老婆正在哭着，小燕军来找奶奶，一看奶奶还没有死，小燕军顺着山坡出溜溜溜，一个劲下到山坡底下，来到大树下边，上前一步不能也往奶奶怀里爬。
我是燕军儿。孩子，你怎么跑这院来了？奶奶，我找你回家来。奶奶，孩子，恁爹娘都不要奶奶了，你还要奶奶干啥呀？回去吧，孩子，回家好好上学，就后有了本事，可别跟恁爹娘学着，要好好孝敬恁爹娘。啊，孩子，恁奶奶死了真好，我也不回家了，孩子。呀，我奶奶，你给我回家吧，奶奶，再回家吧，奶奶。小燕君儿跪倒在大树荫下。
了。